不小城市属于开始就要上一期讲爵位系统嘛，那这边也开始 XP 系统，也就是我们都在讲系统了，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怎么讲啊，这类型的游戏我会觉得说它的系统比较 important，所以你发现说，哎，奇怪，我这个游戏怎么开始在讲系统了？那其实有一个大的特点说，它的怪哦，反正我是先讲系统了，几位终于开，哎，很烦哎，爵位你不要再跑出来了，哎，等我一下，转身嘛。这边哦，不过我觉得他的角色也蛮漂亮的耶，轮回好了啦，讲的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边就是装备的经验，然后这边是咒招，先讲咒招，装备的经验与咒招好了，好不好？装备的经验，然后这边就是装备的咒招，所以就是经验与咒招。好了，就讲一个就好了，经验。然后这个是咒招，这样，这两个其实都还蛮重要的，所以两个都要讲。然后其实就是一直弄下去，我才怪味有所不同。内功的话赶快把它用掉，这个没用，你们怪绝对打得很辛苦啊，所以我是觉得说我都是留个1000出吧，那、因为它越吃会越凶就越痛，所以就是先把它顶一顶，先把它弄一弄这样，诶，强化你真的有够吵，诶，不是那个道具不要一直在发光好不好，卡片，你可以看他们的针。现在可以看到装备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，太帅了！哎，我们不是在讲时装吗？好了，算了，先给你们看这一把。要讲，我们应该要讲武器才对。这个这一把也蛮帅的。